来到车展，许多车迷朋友一定想要来看跑车。那在这一次的2015台北车展当中，也有手工的跑车来参展，那包含了 Morgan 还有 Catan。首先在 Morgan 的部分，他们展出了 Aero Coupe 还有 Plus Form。那当所有超跑车厂在追求科技化的表现的时候 ，Morgan 这家车厂是将用现代的造车技术融入了古典的元素，打造出相当完美的一台跑车，相当的特别。至于在 Catan 的部分 ，Catan 这家厂商是致力于打造比较偏向斯巴达的一个赛车的一个厂商。那他们的展出车款包含了120还有 R300。那在他们展示区的时候，表示他们的120的部分已经在11月27号可以挂牌。那未来将会有统一规格赛的一个比赛来推出。来逛车展，相信许多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要带一些伴手礼回去。那在文化摊位的部分呢，也有汽车百科在做一个2015新车年鉴的贩售。那在汽车百科的摊位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购车志的朱家伟，家伟哥，他在今年 OTGP 的参赛车，那他在最终站的时候拿到了第3名，站上了颁奖台。那对于有兴趣的车迷朋友，也可以来现场看一看他的战车。